各位投资朋友，打开后很高兴呢，今天又来到我们股市之宝。那我想呢，这个行情哦，今天是稍微震荡哦，但是我认为震荡是无伤大雅，没什么关系哦。但是呢，我的侧标昨天就已经跟你提到过了，接下来进入了七月了，那我写得很清楚啊，我相信你不会说看不懂了哦，你不会看不懂。那我个人呢，我认为啦哦，七月啊，点足够啊。细基业你爱注意、哦、尤其是股本小的、哦、股本小的。我记得我在节目上面、啊、我昨天在节目上面曾经跟大家提到过，有一档股票叫做嘉泽、哦、嘉泽你知道吗？嘉泽这一股票、啊、我记得很多人应该印象都很深刻，因为以前每天都跟你讲母亲的恩泽嘛、哦、我相信大家大概都知道我有这个印象了，对不对？每天跟你讲母亲的恩泽，吉祥的硕和哦，祥硕，对不对？嘉泽。那昨天在节目上面有跟你提到这一只股票、啊、你知道这一只股票很夸张、啊、这一只股票我以前在讲的时候是70块，它这一只股票啊，它以前跟鸿海是做一样的连接器，就是零组件嘛，电脑就是一个连接器而已。所以我以前，我记得我以前叫人家买这个母亲的恩泽嘉泽啊，70块，人工哎，你知道他现在多少钱呢？你知道？你真的要跟我提说股票电子股里面哦，有那种，而且它没有量，很怪，你知道？它没有量，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它，你知道？这股票没有人在注意它，它棒棒棒棒棒棒涨到现在1700，母亲的恩泽。哦、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讲过这股票、哦、我昨天的节目我有讲过这股票，我以前在发的时候也没人喊也没人讲，因为它没有量，它最多就是1-2000张，一回来了就剩下500-600张。这只股票它很神奇呢，它从以前70块就这样子、哦、这老板我很熟的这个老板我很熟啊哦，很熟啊，所以以前啊，这个嘉泽啊，这嘉泽啊，母亲的恩泽啊，我每次到了母亲节啊，五月母亲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母亲节哦，母亲的恩泽，母亲的恩泽，这嘉泽，他最低以前从70块啊，我说也他一样，我说这股票啊，他跟鸿海做一样，你要不要买一点的？你知道他现在多少？1700，但是1700不是重点哦，1700不是说他很厉害，他没有量，你看看这贼吧。然后也没人要买，也没人要买，也没人会买，也没人会买，也没人会买哦。这一股票啊，那股本又小，那股本大概就是10以下，那6-7亿而已啊，股本。那我今天我为什么要跟你提到这个？我以前常跟你讲这母亲的恩泽哦，你放在心里面，你看看像我跟你讲的这个哈、哦，我以前跟你讲过这个。哎，真的，这个真的，我讲真话，这是真的。如果说这市场不是我第一个讲的话，真的没有人第一个讲。你看看像这个有威科，朋友的威力无穷大。以前谁要理这个东西啊？你看它也是没什么量呢，就一直上了。你看股本也小，这有威科啊。这有威科啊。你看看这个都是我以前讲过的嘉泽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看现在有多少老师在讲光胜，我以前讲这个光中之王胜战天下，没有人理我，没有人理我这个东西啊。现在你看看多少老师，这涨太多了。你看看像这个，你慢慢等着看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给你几个字啊，拉近一点，还没开始。我给你几个字，你懂吗？还没开始。我陈老师跟你讲的很多东西，你放在心里面，因为有些东西说真的，我不太方便跟你讲什么。各位投资朋友，我陈老师讲的东西，你要放在心肝底。像我最近我一直在跟你讲啊，你知道吗？像这个嘉泽啊，像这个母亲的恩泽啊，这个嘉泽啊。你知道他现在你看不重点不是说怎样，他没有量，你知道一个70块的东西
几年前我跟你讲这个股票很厉害的嘉泽，哦，我已经跟你讲过，伊个头家就爱看伊个股票，伊个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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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到有一天啊，你就知影清气了。你说有没有像嘉泽这种东西？有没有像友威科这种东西？有没有像友威科这种东西？有没有像嘉泽这种东西？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今天周末我给大家一支股票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在问陈老师七月份。我先给你讲这个，整个七月，整个七月啊，我今天在跟你谈未来。哦，你到时候买不到，你不要怪我。你到时候买不到，你不要怪我。整个七月，你听清楚了，我每天我都会跟你谈五四三二，五四三二。我今天给大家一只股票啊。七月宇宙世界第一名，哦，我今天给你这几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什么意思？我再讲一遍哦，这个周末哦，现在周末咯，我今天给你这个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这一只股票，七月我称它叫做宇宙世界。你会觉得说陈老师他在说笑话就对了，我说笑话，我这一支股票我给他称到宇宙世界，七月不是 NVIDIA， 不是 NVIDIA， 我跟你讲这一支股票会，我跟你讲有微科、光胜、类比科，我以后各位投资朋友，我在这边写看不到他的车尾灯，我有我的道理。哦，反正你今天你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听不懂算了。哦，我就讲到这边了。现在目前来讲，电子股里面有一种题材会非常可怕，也是我们赖总统，我就话就讲到这边了。全台湾只有这一支，它具备了三种条件，以后你会听到所有的专家、所有的学者都会来谈它。这个条件叫做我今天讲话哦，你听，你就听，哦，你听不懂我也没办法了。我跟你讲，一个 AI， 一个机器人，一个绿能，来拉近一点，一个节能，四大概念。我再讲一遍哦，一个 AI， 一个机器人，一个绿能，一个节能。各位，你现在看到有一些电子股它可能有这个概念，但是它没有这个概念。你现在看到有一些电子股它有这个概念，它可能不见得有这个概念。你现在看到有些电子股它有这个概念，但是它没有这个概念。你现在看到有些电子股它有这个概念，但是它没有这个概念。结合四大概念，这个股票两亿的股本，这个股票两亿的股本，我再讲一遍，你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听不懂算了。第一个概念，有很多电子股现在啊，我是散热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要在那边乱买那些乱七八糟的。我跟你讲，有些东西你以后就知道我的用心良苦了。有些股票，各位投资朋友 ，AI 结合，我今天跟你讲 ，AI 加机器人加绿能加节能这四大概念。我今天跟你讲一件事情啊，你信过我吗？你信我了吗？你信我了吗？你有没有信过我？你有没有信过我吗？有啊，陈老师啊，这就你说的啊，朋友的威力无穷大啊。我之前我才没有休息你啊，这是啥小
这位朋友威力无穷大，这种物件敢会买，敢会好高诶。我说这一支叫做鸿海概念股，以后你就知道谁哪一支鸿海概念股涨最多。不理我诶，第几支啊？各位，今天重点在哪里？我在讲的时候，五月十五号，动画笑诶。陈老师啊，你笑的啦，你笑人公笑的，这种物件没去。你看这光胜，这不要我再讲了。像一堆老师说他有光胜，他也是没有量没有价呢，就跟他嘉泽一样。这有一天会不会冲到一千啦、啊、我算了，我不要理你了。重点是这以前在六十块的时候，以前在六十块的时候，六十呢最低的时候，我是一月就讲了。一月份的时候我早就讲了，后来我一路讲一路讲，胜战胜战天下。你要陈老师知道这个会涨吗？现在每个老师都说他有光胜，你看我跟你讲，今天你白的老师给他欺负，没关系，你不要给他欺负啊。你今天你们这些老师来给他说光胜的老师，你给他欺负啊。我一月就说了呢，一月呢，一月呢，你看这个谁要啊？这个什么真喜三小？这什么东东啊？这个啊，这个是什么东东？这什么东东啊？这什么东东？什么叫朋友的威力无穷大？陈老师，你有讲啊？我无讲。朋友的威力无穷大，我无讲。我讲以后你就知道，五月十五，你看来浙江三百张，没有人要啊，三百张，三百张，没有人要哎、欸，今天要的很哎、欸。喜欢的很呢，哦，原来是好东西呢，朋友威力无穷大。你看光正，你看现在好的很呢，各位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呦，类比哥现在很好哎，你给他看，我跟你讲，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，我跟你讲，哎呦，很好哦，好什么？好什么？好什么？各位，这个都是以前，哎呦，很好，不好。我陈老师常跟你讲了。一堆人还套在三百四的望海，哎，我今天跟你讲件事情哦，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以前啊，我跟你讲到说，你真的觉得它这个东西是沙小，这个会涨吗？很多人看不起这种小型股，那我就跟你讲，你买买看嘛，哎，你来帮我作证。真的啊，朋友的威力无穷大，但现在买不到了嘛，光胜现在买不到了嘛，你等着看好了，你等着看，工业五号不？我今天陈老师告诉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今天跟你谈，这一支股票，我今天为什么要一直跟你讲？嘉泽，我为什么要一直跟你讲嘉泽啊？我为什么要一直跟你讲嘉泽？我跟你讲嘉泽啊，嘉泽，我跟你讲嘉泽，母亲的恩泽，光胜有威科，未来啊，我今天跟你讲宇宙世界，今天很多的东西啊。七月这一只新的巨兽啊，我今天我跟你谈这个东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先跟你预告，整个七月很重要。很重要。我跟你讲，到时候整个七月哦，我打刚跟你讲，打刚跟你讲，你不要等我打开。陈老师啊，陈老师啊，我跟你讲，还没开始。拉近一点，你先把这个东西先放在心里面。各位，你知道我们赖总统吗？我们赖总统他的四年，
一个 AI， 一个机器人，一个绿能，一个节能，这是我们赖总统在这个整个领域里面，不是传产呢，整个赖总统他的领域里面兼具了这个所有的 AI 机器人。现在你看到有很多 AI 机器人，他没有绿能的概念呢，他不是绿能呢，他也不是节能呢。你现在看到有绿能节能的，他又不是 AI 机器人呢。现在要有 AI， 要有机器人，要有绿能，要节能，各位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个四个大概念结合在一只股票的身上，你看他进去，我跟你讲这红海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去吗？我跟你讲，郭董下一次一定会出来选总统，没有的话你来找我。我跟你说，刘扬伟那是头面的布袋戏，对不？魏哲家、刘德英那是头前的布袋戏，后面真正操盘的叫做郭台铭，叫做张忠谋啦。现在叫荣誉董事长，荣誉董事长就是真正的董事长，我们才叫荣誉董事长。头前的董事长那叫人头户啦，那有代志是头前的董事长你去听啦。那好康的是后面的荣誉董事长，跟我哪有关？我也没挂名，我不是董事长啊，你懂吗？今天我当时跟你讲说郭台铭为什么大内插上看，我还跟你讲是小二还是大二，你以后就知道了，赶快来要目标价。你就不要，你每天就在那边一下就卖了，回来一下就卖了，回来一下就卖了，会不会到二叉叉？小二也是二叉叉，二一叫小二，二一叫小二，二八二九叫做大二，他会到大二还是小二？我跟你讲，下一次郭董一定会出来选总统。欸，我陈老师告诉各位投资朋友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郭董说：“欸，你以前你讲讲我的红海，我讲200块没有实现，下一次郭董就出来啊，有实现不？不止200，我讲300，我讲哦，不是200而已哦。”郭董你当初呛声一定屌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们都不知道这些政治，他这个未来准备4年后，郭董他这个以后200他就站上了，他再回也不会再下200以下了。你们懂这个原理吗？以后郭董出来就说，你以前都给他呛声对不？中天你敢给他呛声，你给他呛声呛声，我郭台铭给你开支票说200块的红海没够，现在有够不？不止200，我说300，你都不懂。我就一直跟你讲说，这个是不是什么技术分析，这有消息的，一张不能卖，你给他弄没掉，你给他笑的哦，不想跟你讲。我跟你讲，一天到晚看东升飞盘，东升飞盘，对，讲的都很有道理，看起来对不对？就这样乖乖牌，啊，每天都在那边技术分析。我跟你讲，我不要追高，我拉回来可以买；不要追高，拉回来可以买。你什么东西啊？飞盘东升就只会讲那个，不要追高哦，拉回来可以买；不要追高哦，拉。各位不是这样讲，你卖掉了就很难再买回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一张都不能卖，这个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我们郭董未来他4年后，但是我今天我跟你谈的这个不是这个。我今天要跟你谈的鸿海，算了，我不要再跟你提了，提了我头都痛了。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个东西，你一定要放在心里面，记住了，5432。我今天我跟你讲，你以后啊，有微科你也不买啊，光胜这是我讲的，嘉泽。哎，陈老师，真正啊，以前哦，我几啊年前哦，我每天就看你的母亲的恩泽。你知道这个股票才神呢，这股票看八成有开天眼。什么叫开天眼？涨到没有人知道，这叫超恐怖。这个股票涨到没有人，人家不闻不问，你知道吗？这种股票哈，涨到人家不闻不问，这个才可怕。很多人说陈老师啊，你怎么不去非凡东升？我告诉你，我在这边就是江家泽，人家不闻不问，我的股票拼命的没有量一直涨，去那个东升非凡的，我跟你讲，爆量爆量爆量，有一天你小心。非凡东升的爆量爆量爆量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我跟你讲，有一天你就知道了，全部跑不掉。非凡东升的股票老是爆量爆量爆量，有一天你就跑。这个股票很厉害的，你看嘉泽，他没有人不闻不问，你知道吗？他不闻不问呢，他的价钱已经是台积电的一倍了，没有量哎。五郎工程老师，你怎么喜欢在这边？我就喜欢没有人问，我的股票就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，涨到没有量还在涨。我不喜欢去非凡东升，去非凡东升爆量爆量爆量，啊，大家讲的去落去落去，
大家拢透回来对。你知道这个家泽最符合我的个性的，母亲的恩泽没有量，没有量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还有没有这种？哈哈，啊哈，一千七耶，家泽一千七耶，现在你知道吗？还是没有量，一天五百张。这老板我还蛮熟的，家泽一千七了啦。陈老师，你有加折一张都没有买，没干嘛卖啊？欸，我的成本都在100以下，加折我的成本都在100以下，我的成本都在100以下，没有量欸。各位，我今天跟你讲这个啊，拉近一点。今天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个东西先给你看。我七月啊，整个七月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讲不是今天，我讲不是明天，到快要到七月，我七月我先跟你预告，我每天啊都会跟你谈五四三二，跟你讲到烦啊。你每天一早起来看下午哦两点半啊，看到我的节目，我就跟你谈。我跟你讲，到那个时候啊，等到七月底的时候啊，等到七月底的时候，各位投资朋友。你等我打开以后啊，来拉近一点。人生啊，人生有几次啊，能买到嘉泽，能买到有威科，能买到光盛，都爱笑哟、哎！陈老师啊，什么有威力无穷大，我要信啊，那有迄落物件啊，那个威力无穷大的，对不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有威科很快就超越那个怎么叫万海了，他已经超越阳明了。每天那个万海一爆量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有一天你就知道了，这个股票啊，就有三个字给你，买不到，五四三二啊，因为我跟你讲的这个东西啊，为什么陈老师啊，以后我每天，我不是在讲今天呢。为什么我七月我每天会跟你 talking 这一支股票，以后你就知道五四三二，你不要等到一，我喊五四三二，你不要等一哦，到一有没妹啊？很有可能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
和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各位，以后你 会看到有些股票看不到300，看不到500以下了，看不到500以下哦，看不到500以下哦，500以下哦。各位先把它记住了，整个七月你看我会不会每天跟你唠叨，那时候我不知道会怎样。今天送给大家的是七月的新的非常重要的，放在心里，最后机会，好好把握。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